各位柏林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只要我长大的导演陈杰瑶 Laha Mebow。 然后这部影片呢可以让你感受就是部落很真实的生活样貌，因为我是透过小朋友的故事，不管是发生在他们生命中美好的难过的事情，其实可以看到就是部落一个很重要的价值，就是爱跟包容。然后有个泰雅族的长辈跟我说过，原住民的文化是给世界最重要的礼物。那我很希望大家可以来观赏这部影片，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献给大家的礼物。